Super Idol。欢迎下一位。Hello， 评审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于南华大学外文系的张婉婷，大家都叫我小蜡，因为他们觉得我讲话很像蜡笔小新，然后我很肥美，然后我很动感，然后我很搞笑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，谢谢。我知道你是推荐人，对不对？不，我是唱歌的。参赛者呢？是我啊。是你。对。OK， 你故意要戴那个眼镜，你可以把眼镜拿下来吗？我近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讲话？我讲话本来就这样了。我不相信。真的啦，我发誓了，真的啦。不要装可爱。我没有啊。他在演卡通片了。好了好了，你蛮有特色，我留下印象深刻啊。来，要带了什么歌曲？我要带来江蕙的《我爱过》。请开始。谢谢。我觉得他真的有点在耍我们。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在耍我们。对，那种感觉就是这样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韩国人，我要唱一首歌。你知道他刚才一开口，我们全场都觉得哇，你真是扮猪吃老虎，没有披着羊皮的狼。没有，他一唱歌会让我突然一巴会夹起来，有点愤怒。就是那个精哎。对。不准你再耍我们，现在用正常的声音讲话。我这是正常的。我真的啦。等一下。饶了我吧。我觉得他不为难他了。好了，不为难。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要坚持这个风格，我觉得也是一个特色。但是你唱的真的还不错，恭喜过关。谢谢老师。欢迎下一位。评审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谢谢。我是来自大业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的造型艺术系，我是林婉萱。那今天我的才艺呢，我带来这个，噔噔，这个呢是小松老师的照片，然后我用三位老师的照片来做一个作品。它是可以动的，里面有水。哇，好特别哦。OK。然后这是苏俊老师，今天我选挑这张老师超帅的照片。对，
然后呢，这张国老师你的脸怎么绿了？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没关系，动一动就好了。然后这是要送给老师的。等一下，我的脸为什么是绿的啊？他那个圈圈刚好卡在老师的脸上，所以我觉得这很特别，一定要说一下。你真的是用心良苦把我的脸弄绿耶。对，很特别。你有没有觉得我现在的脸也是绿的吗？老师对不起，你弄了那么两个老师那么帅的照片把我的脸弄绿掉，你这个是好了，创意了，学生的创意。对，欸，真的还是绿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作品功能很多，它可以当镜子，然后无聊的时候可以玩。OK，它摇一摇其实就 OK 了。对，就变回来了。这是一个好有创意的作品哎。没有错，谢谢老师。很棒，很棒，谢谢。用心良苦，来 ，OK。现在的学生真的都非常有创意，很棒。带来什么歌曲？带来浪荡六便士的《Kiss Me》。请开始。Kiss me, I'll let a beauty party nightly. Beside the green, green grass, swing, swing. Swing the Spanish step. You wear the shoes and I wear the dress. Oh, kiss me. Beneath the music twilight, leave me.这没结婚的碰到漂亮的，所以在心里会有一种激荡，谢谢，动容。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失去在专业平台上面的一个啊，就是说我们在没有结婚的时候也没有像你这么夸张哎，啊是吗？我说的太明显了。好了，小钟说实话，我们就说实话了。的确，你唱歌呢，这个不叫少了一点思考，也就是说你处理的不是那么细腻。再来就是说你歌唱来讲拍子的问题似乎不稳定，再最重要就是音准的问题，然后就是说音准也是这样，你要准确到位，好吧？好，再加油，谢老师，还有机会，还有。我觉得你非常甜美，但是表演的时候再聚焦一点就会很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带了什么加分题？徐佳莹的《心卡贝贝》。OK， 请开始。心卡贝贝呀，走上光，我该我所以哟，回中原，放下世梁，无人管，我一心只想。我觉得这个加分题太险了，因为我觉得要唱出这种段子不容易，我觉得显然那个架势都不足，也不够到位，所以没有过关呢。但是我们收到你的礼物，很用心，很有创意。Sorry， 下次再来。好，谢谢。欢迎下一位。欢迎收看《风顺风生水起》。古早人伫咧讲一文二命三风水，饮茶饮到塑化剂，拍牌茫无兼放弃。阮南北的时阵洗一下身躯，卖阴湿。所以讲改名下字会顺失，气象解物透中开，查甫粗勇搁大机。查某贤惠又高追，咱即摆来听一下台中郭太太的电话。嘿，喂，你好，请说。我要问一下，我要问阮查某囝叫什么名？伊叫柯婷，柯婷哦，嘿，柯婷，嘿。啊，伊就是要参加超级偶像。超级偶像，我冇咧看，我冇咧看。啊，想讲问看卖，伊敢会掉电，敢会损失啊？我来帮你解解吼。嘿，这柯婷呢，我先为这个名，这个婷来解起。这查某囡仔呢，真有气质，
看后壁这个狗，就知影伊唱歌的尾音啊、中音啊，拢真水。嘿，过来咧，看一下这个科，这个木伫遮，哦，稳在在在稳稳，表示讲伊唱歌真稳。所以讲牙盖那是行歌星这条路，一定是可以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安尼我紧叫阮查某囝紧出来，客厅客厅紧嘞出来哦，紧哦紧哦，哎，紧紧紧紧紧紧紧。哎呦，搁穿母女袜呢，哦，母女袜，头像低的啦，我进来照哈，谢谢。各位评审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就读侨光科技大学行销与流通管理系二年级，我叫柯婷，大家都叫我 Call Me， 不是打电话给我的 Call Me 哦，谢谢。我必须说，这是一个蛮有创意的介绍，所以你今天是有算过才来的，对不对？对 ，OK， 他们帮我算的。其实他们蛮可爱，而且那个还蛮有道理。希望你真的是可以唱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非常有味道 ，OK。带了什么歌？陈绮贞《旅行的意义》。哎，你长得有点像梁文音哎。好，谢谢。有人这样说吗？有啊。很多吗？嗯，蛮多的。OK， 希望唱歌也像他这么好听。好， okay、谢谢。加油，请开始。你看过了许多美景，你看过了许多美女，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，你品尝了夜的巴黎，你踏过下雪的北京，你收集书本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，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，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，却说你太紧张了，紧张到你的气都不足，你换气的位置一直在于一个想要去换，但是好像觉得歌没唱完就没有换，这造成你尾音都是虚掉的，这是一个蛮可惜的事情，因为你的声音其实很好听啊，然后就是差了那个稳定性跟气的问题。好，谢谢。你人的感觉、声音的感觉都 OK， 来一个加分题吧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前的一句话是我们。来请教一下这位大师，好，今天你听说已经帮柯婷算过，对对对对，所以他到底会不会过，你心里面应该也有数喽。这个完全不用讲，一定完全不用担心，就是有信心。大师的预言到底有没有成真？让柯婷过关了没？哎，你同学还真的在有在摆摊，就对。这位选手的健美身材意外刺激到小松老师，